啊，求救无门嘛，是不是？真的是啊，因为很多东西都压住了。其实千惠你应该可以知道，我们几个评论员，不要说是我们，朱大那边应该收了一大堆，朱大那边一堆啊，朱大是没办法处理到，只好用一直写一直写，他不是常把他投诉给他的写在他自己的贴文上。我们的朱大真的也是很辛苦，帮忙呼吁。然后你们中天也一堆吧，我就更不用讲了。我现在只投诉我的，到现在我只处理五分之一，哎，我什么都不能，都太多了，那根本没办法处理完。我相信志豪在大安文山应该也有遇到这种问题，没错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找政府了，你会发现，嗯，他只好找我们大家，嗯，而且呢，他可能投诉给绿的，或者是找绿的民意代表没有用，